Hello，大家好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来刮这个面额2000元的1200万的这个大吉利的这个刮刮乐。好，那我前面已经先刮了一点点，但是七幺刚刚好。那我目前是有中了1000块，那我们就继续来开刮，好，看看能不能再继续中奖。我们幸运号码是7号跟2号。那我现在目前是这一格的话是1000块，好，中1000块，好，然后下一个三个相同符号，七啊，lemon 200 banana 西瓜5万钻石。好，胡桃钻石，好了，那这个没有，500，好，我们整理一下，好。目前是还是中了，就是这里的1000。好，我们下一关，幸运号码对中，就是一样，您的号码对中幸运号码。那我们幸运号码是13跟17、16、19、12。没有，好，那我们继续来，好，刮出三个相同的金额，记得盖奖杯。哎，这里还有，哦，不过10跟11也是没有，三个相同金额，5000、2000、500、500，哇，没有。好，那您的号码对中幸运号码，幸运号码是26跟22。好，那我们最后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中了多少钱。好，那我们最后的结果啊，我们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一格中了1000块，哦，1000块，然后其他的都没中。所以我们这一张哦，总额是就是中了1000哦，那刚好回本。哦，不过其实刚好回本就很开心哦，毕竟刮下去的压力是蛮大的。对啊，那我们就是刚好回本，哦，不赚不赔，刚好领一张1000块回来。好啦，那这个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1200万大吉利的刮刮乐啦。好了，那今天影片到这边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